降甘露哦。我们在整个苏花公路这个地方最漂亮的苏花公路哦。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常住法师，你看非常了不起哦。每一个人呢、能够站上去做屋顶，好，我们做屋顶，屋顶呢做完我们的食物呢，即将就在这个地方用餐，好、哦，在这个地方用餐。那我们也透过我们常住法师的勤策群力，对，一切都是最自然的哦，最自然的方式。只要我们没有个人哦，能够透过这个事件，从甘露法法语啊，让我们来学习。将这个老我给去除，真正的重新架构新的，以真正的慈悲，以真正的无私，以真正的将佛果呢，依照佛觉知觉醒的意识，不要个人的色彩，感恩我们在这边一路的学习，人心不可测，但是呢，佛果开展，真正的明白究竟真理在自身，感恩阿弥陀佛。